是寄生虫学科耶。那应该是教师室。有寄生虫。一个教师，一个。就是寄生虫。甚至不记得我之前来的是什么地方。每个地方都蛮想一样。所以教授进去就开始按时间了。啊，不然你怎么说教授在计时？那我们要去哪里啊？你不是要、哦、真的、哦啊、我们要去十一楼。那二楼是什么？刚刚那里啊，在二楼就是一楼。